评价是好山好水好地方啊。你看那个树林长得那么茂盛，下面就是蜿蜒的溪流。这台湾就是要来溯溪啊，听讲是苦花溪哦。嗯，到底是不是够不够资格啊？哎呦，我老爷大家去进行来鉴定一下。提到南庄，大部分的人直接联想都是向天湖的矮林记，而我们这一次是要找住在南庄的泰雅族同胞，因为他们告诉我这里的溪流地形生态可是相当的特殊哦，我们就来去看看有多么的不一样。从台北出发，走中山沟下头混交流道，往三湾方向走120线道，再接上台三线，看着往南庄的指标，大概不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南庄了。但是爱一点啊，如果要继续往鹿场或向天湖去，在南庄就先要把油给加满，免得到时候找山猪来帮忙推车。一个天然的花水道可以玩，我们当然是不能错过的。别以为我们大冒险家是虚有其表，连这样的一小段滑步都跑不上去，其实是难得玩到这么好玩的天然花水道，不玩个过瘾怎么行呢？不过要好好玩天然的花水道，可是要记得穿厚一点的裤子，不然就是跟我们一样穿个防寒衣，阿纳伯后你可能要光着屁股回家啦。
的地方了。哦，从这边上来，上来。哦，这边请了。啊，开了。又冰又冷的。因为这个都峡谷啊，整个都没有阳光进来，所以水温哦比较低呢。啊，上来。哇，好深，好深哦。啊，这个峡谷长度蛮长的哦。哎。啊，差不多有1公里。这边。这大地之门。这个叫大地之门，你们叫大地之门。大地之门。啊。所谓的就是说原始的那种要出入部落里面必经之门，必经之路。对对，那这个岩层的不一样的吼，一层一层这样的，可以看得出来，以前造山运动的时候它的坑基有没有，它这个也是有砂岩层的，跟这个就海底嘛，海底它刷吞叠吞一直叠啊，一直叠坑基岩，对对。哇，你看这呢！阿布告诉我说，这个大地之门的奇特地形可是来到南庄一定要看的地方，而且像我们这么近距离的欣赏是最能感受到这个大地之门的奇特之处。刚刚有看到真的是不同哦，就连头顶上的流水都是从中间的岩缝里面流出来的呢。哇，好漂亮哦！你看，这种不一样的，好碎的。这证明了这以前这边是海底，那是海底，这边一块，这边也一块，这也是。你看，哇，哇。这个就是以前从海底有没有？那个年代啊，这个化石啊，对，这个是那个是沉积岩，已经沙子嘛，对，那边一大块，我刚发现，年代已经很久了，蛮久了，几亿万年的了，对，真的是啊，太碎了，是的，蛮久了，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最喜欢夏天了 ，I like summer，I love summer。开错是应该靠谱的。哇，真惨！哦，好热天，看到这个水结冰，一吹打到地界位。呜呼，这么热。
你其实啊，傻瓜无觉，笨蛋失忆。哦，那边土话很多哦。啊。爸爸。好滑哦。哎，那边是那个嘞，天哪，你往里。我们这样子玩，是不是觉得我们像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啊？不过难给呀，这也是靠我们大冒险家溯溪的经验够多，才能够去判断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会有危险，能不能够让我们玩玩水、冲冲凉。不然，许多在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安全又好玩的地方，其实是隐藏着危险的。坚硬锐利的石头、强大拉力的漩涡、容易打滑的青苔，都是溪床上看似平常的头号危险分子。我的同胞还告诉我，其实这一条溪他们已经封溪护溪两年多了，所以水里头可是黑影重重哦。人家了哇，那口味是白滋滋啊，规个啦，哇，挤不下去了，挤爆了呢。哟，名副其实哦，哎，一点都不假哦，后悔溪苦花溪。要是台湾的每一条溪都像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重温童年的旧梦了。因为什么？因为小时候那个我们那个家前面的溪流啊，都像这样子啊。人家都枯灰，还有一些石冰，有边啊，有斑。
小心哦！哇哦，这里很滑，小心哦！加油加油！你看看，我们大冒险家的工作人员真的是都要有两下子，不然这样说起攀布的行程怎么受得了啊？也真的是多亏了他们。阿那伯吼，这些美美的风景和我们辛苦的画面，人家你怎样看？六，你讲是不是啊？其实这样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知道，我们真的是用心在做节目，不是随随便便、轻轻彩彩，都是真枪实弹、真人演出，不能有一点点的不锤和意外发生。石头哈，都会长青苔，非常的湿滑，有点像这比较长距离的哈。立波这浮水层哦，哎，一定带危险的，这一定有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准备哈。这个叫浮水层。那我跟你说哈，哎，上次你们出去，那老爷丢出去边会包蛋，对不对？就是你们收的时候哈，因为这种绳子它要抛绳，哎。它其实还不需要特别整理啦，你说只要不要整理，然后就是很自然把它放进去就好了，因为我们抛出去它都会自然拉开。那收的时候顺便注意，就顺便洗一下，因为绳子最怕里面有沙，有沙子那里面容易断掉，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最好是清洗弄完，然后把它再收进去。你们 OK 了吗？好了。
那好了，我们就走了。好。啊。跟着一鸣好好学猪肉鸣啊、哦。有，他刚刚教我怎么收那个骨腿。哦，真的、啊。对。哦，这个很重要。有没有讲说我上次为什么落骨？就是上次我们没有收好。你没有收好，对不对？对。我现在会了。哦。没有谢谢人家。谢谢一鸣。猪肉鸣。OK， 哎，阿布啦，耶喽，爸爸给，对，喝饱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绳子呢，在溯溪的活动当中尤其重要。使用浮水绳的好处在于，一般的登山绳容易吸水，重量较重，没有办法漂浮于水面。而浮水绳完全有这些优点，重量轻，不易吸水，可以漂浮于水面。有这些好处，对溯溪时的携带、抛绳、渡神坛、紧急救难等等工作都有着更大的帮助。所以选择良好而且适合的工具去从事户外活动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卖公瓜不高台啊，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它，自己也要小心谨慎啊。沈哥，你要加油啊！你啊，啊，没成一息啦，都风息，一直风，这里风那里风，害我都没得钓，不风，两手空空，怎么办、啊？哎、欸，不，大哥，这我今天欧北不一样哦，哦，快抢我，要理我，没礼貌，没礼貌的小，哎，小心啊，哦哎，不简单呢，你看阿布纳他们这里的呼吸工作真的是做得相当的彻底。我们这水底的摄影机怎么拍都是一整群的，都是我最爱的苦花九边一枝花。看到这样的画面，他们真的是值得鼓励哦。我这个大甲溪战神真的好想吓他一根，现在看来只要等他们这里开放垂钓的时候再来报名哦。那个时阵，我一定要好好带定行为。而在这里最有名的苦花潭，顾名思义，当然是苦花最多的地方啦。但对于阿布纳他们来说，这里却是一个不祥之地。据说以前村子里的老人因为自己的年纪大了或是生病，不想拖累家里年轻的子女，就会来到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现在每年也会有一两个到这里玩的游客沉睡潭底，所以卖公我不高胆啊，来到这里还是乖乖的欣赏自然景观，学学鱼友们悠然自得的样子喽。前面而已，快到了哈，忍耐一下啊！稍忍耐一下就到了。我憋很久了，我迫不及待想看哦。啊，马上就到。哦，这走一半，那个看到那个溪里面的鱼这样在那边跳啊、窜啊、游啊，忍耐一下，爽呆了。好，快走，再过几分钟就到了。快到了，哦耶！加油，加油，加油！你又走，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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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深啊？没办法，大地造就的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哪里有办法？蛮深的哦。我看一下，水也很急哦。哎，对吧？啊，咱那个有的我看吼，大概五节两千块斤。千块。那泡绳啊？泡绳。这太深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有啊，顶多加一点，没到停看嘛。哎，那。当然是沈哥啦，是沈哥啦。为什么？因为你是沈哥，你是主持人。因为我上一次失手了，对不对？对，是要挽回面子。来来来，先帮老爷准备好没有？上次做老爷无后不败了啊！上次丢脸发现未爆弹，不是无后不败，冇败厝啦，不是拢好个，像这款物件都。对。
啊，家己要先去啊，好，你们先等我一下哈。好，保重。确定不会像上次这么漏气了？不会不会。我整理过了哈。有。OK。好，我要过去了。OK。到了，很会游。老爷爬得上去吗？可以吗？哦，这边哇！哦，你要靠步的呢。这边要小心了，这边很滑，这边是石头哎。等一下啊！耶！什么？给我这个机会，啊，来去啊！虽然这次的抛绳也不是很成功，距离还差了一点，不过总比上一次的未爆弹来得好吧。看来一定要找机会好好练习一下，不然老是这样丢脸也不是办法。况且这还是紧急时的救命工具呢，一定要很熟练才行。这一路走来，看看这里的溪谷地形也算是非常的特殊，大大小小的深潭一个接一个，急流跟滑瀑更是多到数不清。夏天的脚步才刚到，我们就来这里溯溪玩水，真的是太过瘾了。虽然游泳游到有点累，但还是觉得蛮值得的。以这个地形来看，我想阿布纳说的瀑布应该就在不远的地方了。沿着这个石壁哦，对呀。站好。我看要往上爬了，他从那边了，那边就过去了。耶！哈！等我一下啊！一个推一个，再推一个。我们抵住啊！好，
我俩刚才终于看到瀑布了，不然再这样走下去真的快喊口水了。看看这个瀑布周围的环境，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适合戏水消暑的地方，还是走近一点好好给它看一下。看到瀑布了，大声喊 Oh my god yeah OK 啊，这下头的瀑布我都声喊，看那个鱼啊，一堆嘞！啊，多的哦！嘿，这边好玩哦！好棒哦！看看，看那凯利蛙皮，在跳水。耶！今年的夏天我们全包了，全包了啊！走走，耶！跳水！哎，我腰刚刚闪到，我腰刚刚闪到，可能不会再跳。会啦，会跳的啦，跳啦！跳！推一下不会啊，不是屁股啦，屁股啦！哎呀！这边哦，过来哦！你要跳哦！哎，这边有蛙嘞！快点！这边很花的，来哦！真的很。快不让给啊！好久没有跳水了，这可是今夏第一跳哦！跳水真的是既刺激又消暑的最佳娱乐。不过要先看看深度够不够，免得还没有下到暑就要先去消肿了。这种6-7公尺的高度最适合跳水了。
有点高又有点怕，没敢那不敢，哎，算起来小趣味。看我们猪肉红和猪肉明也都跳得这般的高兴，偷教你们两步跳水的小秘诀。跳的时候呢，记得身体要直，两脚要夹紧，脚尖向前压，双手看似要举起来或是贴紧双腿，嘴巴呢一定要闭起来哦。下水之后放轻松，身体呢自然就会浮出水面。都学起来了，保证你会玩得很开心。但是前面的卖我猪肉饼啊，完全错误的示范。我来变形！你在干嘛？哦，跑进来了！哇，里面还有鱼！还在吗？怎么办？跳下来！跳下来！好厉害！好了。要上去啊！从哪边？从这个峭壁这里上去。到那边上去哦。好。对。哎，很困难呢，一定要吗？一定要的。哦，好吧，那你有成就啊。好，你先走。OK，Let's go。Let's go。不能漏气的。过啊！等一下，我看哦，肉米可以。你要不要带小弟弟先上去？先上去哦。好啊。上面哦，好了，好，阿廖哥，那我跟你讲，我跟阿本，你先等他，就是我们的工具狗，猪肉明，那先上，我放心了哈 ，OK，OK。阿廖姐，你呢？我们好的，给你。我小心哦。哦，站。哎呦，可以吗？你从这边上去吧，我到那边了，好不好？自己看着办了，自己找饭吃哦。那阿等，我们在那等他。好。哎，我在这边。现在在等他。可以吗？可以啊，不容易的。啊，我太怕了，要减肥了。哦，先站起。说你可以吗？往左边，左边，然后上去，对，跳地。这里。有蜜蜂。在瀑布下面玩过了，当然要爬到上面去看看，所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哦，是不是呀？虽然泡了一天的水，刚上岸的时候还是觉得手脚有点笨重，但是这样的岩壁还难不倒我们。脚踩稳，手扶好，还有我们猪肉明在前面当攻击手，有什么状况马上就能知道。很多遍，该点啦！人家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沈老爷说登瀑顶而大世界。在瀑顶不只看到了磅礴的气势，连整个溪谷的风景都尽收眼底。冒着危险爬岩壁上来真的是有价值。不过人家你们如果真的有机会来到这里，好好在瀑布下面玩水就好了，可别想爬上来啊！要哪边看水水风景，伫厝看电视就好，因为我都会不顾一切的拍回来给大家看的。